忘記最近一個唔係咁一般人睇到嘅音樂劇。今次我覺得中英劇團一個好等本嘅一個演出啦，有現場嘅演員樂團，隔舞台上嘅演員一齊去做嘅嘢，係想用一個 musical 去講一個故仔。呢個戲其實係講一班貪官啦，或者一班係好無能嘅官員。咁我哋成日笑就係話一啲冇能力管理嘅人，但係又做本地嘅嘢，就好似一個小丑咁樣。咁所以其實亦都係因為依一點，就引發到啊，咁不如我哋試下用一啲比較嘉年華會或者馬戲班嘅音樂去入手去作嗰啲歌，喺背後又睇到佢哋嗰種咁嘅荒誕同埋。喺曲目上面咧，佢係會我哋稱之為一個度身訂造咯。我覺得是變化很多咯，個音樂上邊，即係各類型音樂啦，譬如當日會有 waltz 啦，會有啲圓舞曲啦，又會有 tango 啦。咁我哋係除咗係演奏自己本身嘅音樂之外，我哋係會要處理翻譬如嗰套劇嘅情景啦，嗰、那個情緒變化啦，或者係個故事內容啦，我哋用音樂去製作翻出嚟咯。即係在去聽嘅時候，尤其是我諗好近 orchestra 嗰班嘅觀眾係無啦啦嘅時候，我覺得好震撼。要澎湃嘅更加澎湃，要悲傷嘅更加悲傷，快樂興奮又更加快樂。我自己同阿 Gigi 一齊做呢個，咁所以我哋不斷咁樣去揾，究竟個舞蹈上面啲動作，咁我哋就擺入去。我想再加埋個元素嘅就係，唔係淨係唱歌嘅時候先至呢個，即係可能他們平時做戲的時候已經在找一些跳舞上的元素，即譬如那班官會無緣無故這樣動一下，即怎樣拿這些元素放進去。